代哈，这个有生命智慧的人一定上知天文下知地理，所以对我来讲，一个设计师的一个成长，第一个你要见到自己，第二个见天地，第三个当然见众生。我从这个天地宇宙的一个观察跟人体宇宙的观察，认为对我来讲，我做你做一个设计，就是在创造一个宇宙，一个小宇宙，你要很诚恳的面对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，然后了解你自己生命的意义，找到你这个建筑的一个信念。我觉得最后还是要回归到人的一个状态，你怎么样在这个地球上安身立命，这非常重要。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们人相通的地方，我们不同的民族虽然是不同的民族，但是我有相通的地方，是不是？那人性，所以最后我自己一直在怀疑，我怎么观察人，我怎么观察这个环境。